全家人的棉衣都还没做，想个法儿怎么过冬吧。呵呵，过冬，过冬。哎，早些年我爷爷当官的时候，我家的狗都不吃这个。姑爷，你别怪我多嘴，咱们虽在乡下住着，可终是在天子脚下，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，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，光在家跳的有什么用。你老只会在炕头上混说，难道叫我去打劫去不成？谁叫你打劫去呢？到底也该想点法才是。哼，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，做官的朋友，有什么法可想？我倒替你想出个机会来，当日你爷爷在京当官的时候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，如今你们守驴拉硬时不肯去亲近他们，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，他家的二小姐着实爽快，没有架子，如今做了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，你为何不去走动走动？他若发点善心，拔根汗毛都比咱们腰还粗呢。咱们这嘴脸怎么好上门？便是去打嘴先丑的。姥姥既然这么说，当年你又见过这姑太太，何不你老人家明天就走一趟？我？刘姥姥领着板儿站在大石狮子前，看见门前一堆轿子和马车，心想一定是里面在接待重要的客人，于是不敢往前走。等到这些轿子和马都走完了，刘姥姥才掸了掸衣服，回头教板儿几句话，慢慢蹭到门前。哎，大爷们纳福。哪里来的？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家的，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老出来。你远远的在那墙角下等着，一会儿他家就有人出来了。你何苦耍他？周大爷已经往南边去了，他家在后一带住着，你从这边绕到后街上问就是了。谢谢太爷。一声，有个周大娘可在家吗？哪个周大娘？我们这儿有三个周大娘呢。就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家的。哦，你跟我来。周大娘，有个姥姥找你呢。是哪位呀？你好啊，周嫂子。刘姥姥你好啊，你说才几年，我差点认不出来了，快请屋里坐。
哎呀，你是贵人多忘事，哪里还记得我们呢？哎呀，快给刘姥姥倒茶。这是板儿吧？都长这么大了。越大越淘气，也不知道叫个人儿。今儿是路过还是特意来的？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，二来也请姑太太的安，若是能领我见一见更好。若不能，就请嫂子转了意思就好了。姥姥你放心，大老远的诚心诚意来了，哪能不让你见个真佛就走呢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全仗嫂子方便了。你悄悄到道厅上打听打听，老太太屋里摆饭了没有？是。只是一件，姥姥还不知道。我们这里如今是莲二奶奶管家了。莲二奶奶，就是太太的内侄女，小名叫凤哥的。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，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，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，少说有10000个心眼子，再要毒口齿，10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她不过。回来你见了就信了，只是得下人未免太严些个。凤哥，原来是他。哎呀，怪道呢，我当日就说他不错呢，怎么说我今儿还得见他了。这自然的，如今太太事多心烦，有客来了，略可推得去的就推过去了，都是凤姑娘周转迎待。今儿您可不会太太，倒要见他一面，才不枉这里来一遭。老太太屋里摆完饭了，二奶奶就下来了。快走快走，趁她吃饭是个空子，咱们赶紧去，迟了一步回事的人一多就难说话了。你等等，我先去瞧瞧。进了凤姐的客厅，只见满屋陈设耀眼争光，阵阵沉香扑鼻而来。刘姥姥头晕目眩地转头四顾，不住地点头咂嘴，频频念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